餐具一定要消毒。第四条操作。胖爷爷，胖爷爷，海生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哎呀，你干嘛那么认真去背呢？随便背几句，不就糊弄过去了？海生，干什么事儿啊？一定要认真。要是不认真呢，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，是吧？第五条，第五条，胖爷爷，这鸭毛一根根的拔太难了，我给你发明个拔毛机。好啊，胖爷爷，啊，你就是比我爸爸好。我爸爸就是不给我搞发明。你爸爸为什么不让你搞发明啊？因为我一搞发明，家里的收音机就不响了，啊，钟也不走了。你就是这么搞发明啊？海生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怎么不让你爸爸给你补一补啊？他不打我就蛮好了。哎，你们这儿谁是负责人呢？我就是，有什么事情？哦，我是娃娃餐厅的，想和你们联合发明一种机器。什么机器？拔毛机。拔毛机？就是拔鸭毛鸡毛的机器，想找个助手。我的程序排列的怎么样？好，那我们研究研究。好吧。刚才我在小发明家俱乐部听说他们要搞什么电子游戏。如驾如驾。嗯，小伙伴商场为了争最佳，组织了儿童时装表演队，跑马场也增加了拍照项目。哎呀，他们都搞了许多新花样。如驾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这哎，根据冰冰和马海生讲的情况，我们餐厅也应该设计几个新花样。嗯，胖爷爷，哎，我看你能不能做几个菜谱上看不到的菜啊？胖爷爷，啊，你也该露几手了。我们中国菜的花色品种啊，是世界上最多的。我随便烧几样，准保小朋友满意。啊，胖爷爷说的对。不过，我们餐厅要想当上最佳餐厅啊，依我看，主要是服务质量还不行。怎么？我们的服务质量还不算好啊？不行，还不行，差太多了。第一流的服务质量啊，应该是这样的。这样的，你们看着啊。这样的。哎呀，这地方太小了。哎，咱们到餐厅去啊。好，走，欢迎。
燕燕弹得真好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今天上午钢琴老师来给你上课的，餐厅就不用去了啊。不，我要去，我要到小朋友那儿去。你听我说呀。哎呀，要迟到了。哎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我们小弟迟到的。哎，迟到要扣分。不。我要去餐厅，燕燕，我要和小朋友在一起呢。啊，奶奶跟你去叫辆出租汽车啊。来，我们先去吃点早饭啊。奶奶，我一定要去。快去玻璃，燕燕，能？哎呀，你来，拿出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叫你不要来，你偏要来，哎，把手弄坏了，将来还怎么弹钢琴呢？啊？嗯，要来，我偏要来。嗯，那给你。嗯，哎呀。月，你怎么叫你妈妈给你洗盘子啊？这是我妈妈一定要帮我洗的，不关我的事儿。姑爷妈妈，你这样太宠孩子是不对的，你这样是不利于培养开拓性人才、创造性人才的。啊、哦，是的，是的。不过呀，他一下子适应不了，所以我就帮助他一下啊。嗯。姑爷要是不能自主自立的话，就取消评选最佳服务员的资格。哦，那我们这次评选不上，我们下次再争取好吗？来来，回家去。燕燕，跟我回家去。嗯，不，我要评最佳，我要当最佳服务员。哎，我都笑了。什么？我要吃那个。喏、哎呀，你怎么把我的牛肉喷在地上了？怎么搞的？你怎么把人家的肉弄在地上了？嗯？你怎么搞的？怎么？冰冰，你怎么了？不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才不是呢，姐姐只顾自己练珠算，竟让我吃熟泡面。嗯，我还当她喜欢吃面呢。我不能拖大家的后腿，让餐厅评不上最佳。啊，真没想到。冰冰，你给我吧，这个鸡块给冰冰。鸡块要给冰冰。给你，可以。准备一个蛋，再给你个虾。冰冰，这块肉给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刚才那块肉是我不小心掉的，不能怪冰冰。哎，我们家有很多好吃的，明天你和冰冰一块到我们家来帮我吃好吗？不不不，嗨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冰冰，他不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冰冰，你去吧。冰冰，我可以去吗？可以，我可以去。可以，你们别吵了，听姑爷讲。我欢迎大家去帮我吃。好。三环，你快点啊！嗯。给你换。
给你。我要个面包。下界了，我要吃面包。奥密克吧，谢谢谢谢，我是吃素的，不吃荤的。奥密克吧，谢谢谢谢。谢谢，快点快点快点。我要牛奶，我要牛奶，牛排，面包，我要咖啡，果冻红糖。共和上不吃肉，绝不吃肉。你来啦，这是我肉里的，算一让。素的应该吃素的。好的，给我吃面包，我给你换，我给你换面包。冰冰，给你。肉和菜给你吃。下界了，我要吃。老奶奶，你们快来了。嗯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我的老爷爷，送您的菜来了。哦，好机灵啊！正常，整条的，你的记性真好。不用谢。请他们来的，燕燕，你来，妈妈有话跟你说。你们等等我，我待会儿再跟你们玩。别走。燕燕要做功课了，你们都回家吧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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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哎呀，你们等等我呀，给你。燕燕，你怎么可以不得到大人允许，就把那么多孩子请到家里来胡闹呢？这些客人都是我请来的，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。你假期作业完成了没有？完成了，是和小朋友一起完成的。哎，他们都回家了。啊，一定是你们赶走的。哎呦，哎呀，哎。冰冰、孟海胜、张丽娟，你们别走呀，你们。请。哎呦，不怎么地嘛，走吧。燕燕，炒鸡蛋吃吗？吃。
油爆虾。啊，这油爆虾可好吃了。不吃。要不你去拿几块燕燕最喜欢的巧克力啊。嗯，乖孩子，奶奶来喂你啊。不要。啊，那巧克力。那不要。燕燕，你是不是有点病了啊？病了。哎呀，我没病。没病怎么不吃饭呢？要吃饭，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行啊，什么事啊？要把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都请来，毛毛姐姐、毛毛的妈妈、舅舅、舅妈、叔叔、小婶婶，哎呀，所有的亲戚都请到我们餐厅来吃饭。好啊，好啊，嗯。哎，到了。你们找谁啊？老伯伯，他是我们餐厅的经理，我们是来联系工作的。啊？什么？你是经理？走。嗯。哎，人还没鸡蛋这么大呢，还经理呢。好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啊。给你。联系工作去找你们大人来，小孩我们不接待。去吧，去吧，去。哎，我们餐厅只有小孩，没有大人。从来就没听说有你们这么个单位的。啊，去吧，去吧。马帅，嗯，溜过去。嗯，走，快点，快点。哎哎哎，这。好好好好，嗯，哎，就是这儿。好，明天，好，好。同志，哎，哎哎哎，你们找谁呀？我是餐厅经理，来联系工作的。嗯，经理？哈，你笑什么？喂，严肃点。哎呀，你们有什么不好玩的？玩这个？你看看，哎，这这这这这，哎呀，没工夫跟你们。我有介绍信，这这这。就这儿。嗯，记者同志，总编呢？在那儿。总编，有人找你。有什么事吗？总编同志，我们来向你反映点情况。哼！哎哎哎！你们怎么又来了？这回可不能让你们再溜进去了。哎，是报社让我们来找你们领导的。报社？什么报社？少年报。又吹牛了。哼！走。哎。嗯，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放！啊，是啊。哦，经理啊。啊啊啊！他们在门口啊。放呀！啊！放手！啊，好吧。放手你。啊！放开来。啊，好吧。总经理在三楼，去吧。请进。哦，你们两位谁是罗家？他就是我们餐厅的经理。对，哦，您是？你就是罗家同志。哎，我是张经理。哦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好的。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？这是我们的介绍信。哦。嗯，这是进货单。啊，好的。嗯，啊，嗯，嗯，当然，数量是多了点，如果有困难，我们可以商量。不过。我们希望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。对，我们需要全社会的支持。啊，我得跟业务科商量一下。请业务科长来一下。当心，又耍什么新花样？看看再说。经理。啊。嗯。找你说件事。嗯。
你看啊，这些孩子们的事儿，全社会都应当支持。我现在很为难呢。哎，不行，我已经做了决定，你拿去办吧。去吧。你们的事情嘛，我们已经研究了。我们嘛，我们决定。糟了。照单全部供应。咦？哦，太高兴了，太好了！谢谢张经理，谢谢经理同志。这餐厅是娃娃办的，能行吗？是吧？哦，可别小看这娃娃餐厅啊，他们烧的菜味道可好了。老奶奶，老奶奶，您是第一次来娃娃餐厅吗？那当然啦。您是经人介绍来的呀？还是自己顺便来的？嗯，你是记者吗？哎，是的。哦，听人家说啊，这里的菜味道好，哎，服务态度也很不错。喏，我们都是慕名而来的呀。是的。小同志，你可要在报上多表扬表扬啊。对对对。哎。好。我自己拿了啊。哎呀，很脏啊，这可怎么办？不错吧，爷爷，来，来啦！亲戚都来了，都来了，看你的了，看你的水平了。哎，由于我们的工作认真负责，你看吸引了那么多的顾客，我们餐厅的食品也增加了许多花色品种。你们的菜做得真不错啊。来了是吧？谢谢你啊。哎，送菜快点点，来，挺不错啊。来来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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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服务员，我的红烧怎么那么少啊？啊？啊，怎么少了？去，看看怎么回事。哎，我的红烧怎么那么少啊？我的红烧也少了。这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啊！服务员，你过来。这怎么没回事啊？哎、你看，你看这红烧，这怎么可能嘛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啊？你看看，只有两块。面包里的红糖，你都那么少。他们也是这样的。你看一块两块，都是这么少。我们也一样。静一静，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。亲爱的顾客们，对不起，如果有分量不足的话，我负责照章赔款。我现在就去查明原因。哎，是该查查了，是吧？啊，这还差不多，是。嗯，啊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把胶卷交出来！不交！哎，你到底交不交？你放开你！你把手松开！你把手松开，我就交！哎！呀，哎，今天我们来处理一下临时工马海生的事儿。首先，我一共拿了两根红肠，我罚款好了。马海生，这不是罚一两年前的事儿。我对你说过，你是临时工，干得不好就回去，所以我正式通知你，娃娃餐厅不要你了。啊，不要我了？对，就应该不要他。这种人留着，他下次还会抽，而且抽的不止两根红肠。一下子，我们应该不要他，就是嘛，又闯祸了，还有面子。你们怎么处分我都可以啊，胖爷爷，哎，罚我给你洗三天碗吧。别着急。哎呀，你罚我一个人大扫除，你们说好。